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为你介绍的是中国币，这是由日本 Matchland 所制造的中国币。当然呢，这个中国币你可以做一些硬币的基本手法，像是消失、出现，当然呢，也可以把它变大，就像这个中国大币一样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为你介绍中国币的使用方法。像我右手有一枚中国币，那我这样轻轻一吹，它会变成一枚美金 Morgan。好，这枚美金 Morgan， 它会变成回来我们原本的中国币。